周滚龙又来网吧了啊！滚龙，我怎么成陆地了？怎么不在老家住了啊？老家睡不得呀，漏雨呀，厕所又没有。这几天下的前面的坝子里面住他妈一个五保户。你自己就是五保户啊？我是五保户，我是低保户。哦，低保户啊。哎，准备。你看嘛，还不是你又来补助一点儿。然后又来补助，又可以赚50了，开不开心？准备现在搬到网吧来住了吗？不是住网吧，我是来上哈儿网，因为现在住房子都在捣乱，贵得很呐、啊，杂租啊。我去问了一个250的。250。我说你250可以啊，和你应该你住起来能擦出火花。套间啊，套间在哪里吗？就是在那面往后溪街这面。哦，那也隔得不远啊。哎，一进出有两个保安，里面还有一根两根保安住的保安室。那今天里面烦躁得很，就是有个大黄果树。哦，那今天晚上准备住哪里啊？今天晚上我上会儿网再说。就上通宵吗？在网吧？啊，我有这个开了车过来的。哦，随时也可以回老家。随时也可以在老家，他没落大的雨了，我都可以住得下了吧？嗯。他落大雨了，我都不在屋里住了吧？哦，你家里面？我想着你们在这里嘛，我来嘛，有熟人嘛，上网这些，买笼子好像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啊？家里是外面下大雨，里面就要下小雨吗？是啊，非得回程又换呐，心不改这个要不到就过年都怕要找婆娘回来洗。今天为啥子没把钢盔带起来呀？我钢盔搞忘了，扣到屋里头。我扣到屋里那个饮水机高头嘞。我叫你随时，你都没过来。随时出门啦、开直播呀、拍视频啦，都把钢盔带起。啊，安全点，晓得不嘛？这个视频最多值20块钱。这个视频讲得太平淡了。啊，好耍片，好耍片。关系淡了，关系淡了呀！20块钱，说好的50块钱拍那个视频。你一个说话要算数，杨百万这个名字多好喊喽！你说啊，杨哥，为什么内容？好好好好好，就凭这个你发自内心的一声杨哥，好，还是给你50。你说个你当哥的嘛？我一本来现在又换回了。嗯，我操，这周滚龙还搞得诡异，看到没有啊？搞得懂啊？王冠江了，这个。耶，我操，一次性就登上去了。你看，我加的20块钱，还有18了。他一上去他就要 Q 我，火箭都在这里，我不怕，这是低负啊，低负分5分钟，5分钟每小时。你要干嘛？看动画片还是听歌？不是，我俩搞的游戏不一样哦。你搞啥子游戏吗？我玩的是看好看的，还是打 PK 啊？这个哦，看直播。我可以打 PK 哦，我可以斗起开哦，我是有证的哟。有证的。你这样看别人直播还不如自己直播。这个到底直播得到吗？这个直播不到。拿手机直播差不多。对呀。啊，你跟我传支付宝过来。那天我不是跟你传支付宝，你收到钱了吗？嗯。你跟我传支付宝，传50啊。哦，这个视频的费用吗？嗯。我操，一来又挣50块钱。你不给我拍一个吗？你给我拍一个就抵消。我不管拍，今天我上当。啊、快点，我。你拍我一个，两个就抵消。算了，不抵，今天我。来，快点，好，快点，手机拿出来，先把拜拜讲了，拿出来了，喊三声杨哥，杨哥，你好，杨哥，再见，好，安排。